好了，今天呢又送这个工人保姆啊回了他的老家啊，时间过得真快啊，又是一年啊。好了，开着小东的爱车，迪卡拉都是里布，加点油啊！迪卡拉都是里布。加点油啊！现在这个这边还有90的汽油啊，90的汽油大概一升，一升大概是5块钱左右吧，不到5块钱，4块多钱。爸爸了，给你弄过。爹，那是三万几的？你老杜，你看老杜。呀，八十二。对。加完油，咱们准备就出发了。路况很好。到了，咱们给他点这个过节的钱啊，是这个意思啊。哟，萨拉玛，伊杜菲特里，呀伊翁，呀塞哈迪啊 ，OK， 哟，谢谢，哟，好了，又是一年。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好了，咱们现在去温泉。天气真棒，今天啊，在路边停一下啊，因为这个早上没有吃早饭，这边又开始戒斋，所以买点这个烤白薯挺好的。Boss。阿天，晚上。耶。是等下十多 kilo 班吧？28kg。不累，是等下比啥？等下。哎呀。等下不拉不笔记啊？不拉不。你看他这个在这里边刚烤完的，你看。哇。太棒了。两万你谁啊 ？Yes， 啊。好，你是等下。耶。来等等。熟了没？熟了。对，买一斤吧。15000。啊？15000。行。一共才7块多钱。他这个钱啊，这个。
前这个卖白薯人，他说你这个白薯刚挖出来不甜，得放一段时间才甜。正好啊，我赶巧了啊，这就当早点了啊。Thank you 啊 ，Yeah，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哇，前面还有卖水果的呢，看看有什么。葡萄、橘子、瓜、西瓜啊，西瓜，这就是牛油果。这里啥队啊？什么啊？爸爸呀？知道吧？啊？知道。啥都叫爸爸。这个两 plus 吧。两加两八个是两万的，两万的八个。三块比例吧，好，三块比例，啥都比例啥价？你把够，把够。OK。那多少钱吧？是的，那多少钱？你这得吧？要不上他的干净路漫眼丁一样路漫眼吧老板了啊别要上你买吗你买吧对啊这里边吧他是用吧把立马 OK 这西瓜这儿卖的挺贵的啊算了吧可能过节可能它价钱要有点高啊哟呀没关系吧没关系这一个西瓜20块钱呢平常如果小城买的话没那么贵啊可能这个地方价钱比较高吧好了上车咱们去温泉喽啊好了到了Selamat datang di Ojek Wisata Pantai Gerang 哇老地方啊老地方